这个小腾腾，我来新歌吼，这 CD 啊，订婚的饼面，哎，对对，好啦，大饼，唱片新唱片啦，哦，亚旗啊，林夕，我这摆主拍歌就是咱林夕八点档的这个片头曲，哦，叫做歌名一模一样哦，叫做亚旗林夕，哎，有听讲我要去做金大亨。你是哪个啊？哎，你爸爸是金大风？不要不要，那金大细汉就高追那一段，真是。不是啊，我是李勇。欧力游戏上动人歌曲，诸葛亮竟勃然大怒。不啦，你安尼因一顶人拢做不好。不啦，我算讲先要朱大哥先熟悉我这个声音。哦，你讲我要分一条送你呢，拄着这条，无你看到时阵，你只把分来，哎，我只，啊，把分我出去。还有员工，我要去做金大亨嘛？你做金大亨？你是哪个啊？你爸爸是金大亨？不要不啊，那金大细汉就高追那一段。是啊，你唔生我生袂过，太受牵强啊！对不对？叫雷洪叫爸爸，你袂过啊？无啊，佮叫郑中英郑叫妈妈嘛，歹势。你爱歹势。听讲你功夫也袂歹，就来讲后炸鸡丝来，炸鸡丝。嘿，用笨的对。嘿，用笨的，讲做啥物话？萨克斯风，萨克斯风，嘿，萨克斯风，萨克斯风，萨克斯风。后来就用笨的就对了。但是阿伯你做艺人唔免佫出来分车，为什么？你安尼，你安尼，因一定人拢做不好诶。安尼就等于你叫人休困啦，对不对？无啦，我算讲先要迄个朱大哥先熟悉我这个声音。哦。你讲我要分一条送你呢？哦。真诶啊！你要分一条送，对，拄着这条。无你看到时阵才托帮我，我对。我是讲，迄落啦，你生日啦，你迄落迄落七十岁吼生日啊，因为你伫台北录影嘛，啊有可能我无闲，啊你才托梦给我，啊是拍手机啊，我拢白听。啊你才甲我分来，嘿我才分，啊甲我分我出去。你莫看，看王力宏安尼。对啊，我知啊。伊行情有够好个呢。要甲我分我出去，我知。我知啦。哎哎，行情偌好呢？我讲伫外国啊，我捌听这个啊。对啊。讲报纸有报出来哦。对啊。到底什么情形？你对，我来，因为伫个印尼啦，哎，迄算印尼吼，嘛拢看咱台湾的节目，华侨哦。啊吼，因就爱看闽西的节目，啊我拄啊唱闽西的八点档吼。啊，定定请我去遐唱表演，啊，真算我那对我印象未歹，讲有一个礼物啦要送我，伊讲吼，即个中昼头十一点，吼，敢那讲要送，要先煞买物件，我食，买中昼顿，啊，我讲好啊，啊我吼叮咚叮咚，啊我就去开门啊，结果吼阿娘我抓一条，啥人？啊，伊送的礼物。
是应酬见。阿妈哥吼，无穿裤哩啦，咩啊？迄种，不是我直播的个。咱查甫囡仔咧困吼，你就知伫饭店嘛吼，一定轻松，啊穿一下内裤。啊又有惊一个，我啊等啊拍摄，我等下较等下开门吼，恁请恁礼拜坐安尼啦，因为我今日去弄迄个迄啥物浴袍哟。哦，穿着浴袍这样子，请他们进来这样子。你有接过哟？你怎么直接讲了海清听没？还直接讲了海清听？你讲讲意思，人穿着进来，你也讲等下我来穿裤。你无讲你讲，大家好来，几位来安尼哦。无啦，我也无加许多啦。哦，无加许多。系啦，咱出外人，你做挂车。系啊，形象爱。人迄就是你穿着进来，先说看你会当做人惊死未？安尼哦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讲真正哦，结果啊吼，因走镜哦。有啦，我那生阿足水的，哦，我印象袂歹。不过刚才想到讲吼，对台湾飞去到印尼还五点外钟，我想想还是蛮好啊，嘿。想远啦，嘿，到时阵有火无？你有相信这话无？真的啦。我嘛无相信，一天看无钱嘛就平乱做。对啊，你老可怜。朱大哥，你嘛白眉查甫人，你知影吼？你足了解这美感。这我知啦，但是我唔。嘿火吼，嘿有当时火对印尼最上来火已经。桂花，桂花，你多一点动感情会少呢。我那个上酒呀，不是啦，我意思讲，对无，咱那边搞搞台湾的吼，算讲吼较方便啦。哦，较方便。哎，技术大哥，讲话怪怪，不是，跟他讲话怪怪。哎，你这意思，你一个五点外钟坐到呀吼？系啦，人困呀，人困起啊。我听讲你系模仿什么凤凤飞飞哦？哦，凤姐哦，一点点呐。这是我想查起，我想了解。安尼哦。真正有法度。诶，无一个样子好啊，无要甲迄落。来，甲拍破过来。孔锵老师就一件无啊。哦，这件未歹啊。嘿。朦胧的街灯，静静哼在小雨中。往事又掠滚我心疼，又经历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眼儿也朦胧，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熬梦中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半生。好，掌声鼓励。感谢您啊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带这首《流水年华》。谢谢，哎，有心的，有在心哈，谢谢，感谢您，朱大哥，感谢大家为我做歌的心，哎，这就有机会呢，晚饭，歌唱了好，各有才艺，谢谢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来，阿你今麦唱你夜市啊人生，夜市啊人生唱嘞，唱唱看这两排会去给你弄门没？哦，这。因这袂传错，惊伊会家己来。伊来来甲我弄门，我讲朱大哥，大隔壁隔壁。讲大隔壁边，我系讲身体袂堪。来，阿婆过来坐啊。谢谢。阿姐，我坐来求客。来流水莲花。我来留一个，他们在陪我呢。哎哎，音乐走来哈。阿你我冇代志，我去卡电话。你先陪我好。未用呢，我去卡电话给音波。安尼哦。阿从我家己一个唱夜市人生吼，阿好，安尼大家抱我先过一下。